征服蓝天，征服海洋，更要征服自己。人少技少，一穷二白，没有资料，也没有祖训经验。吃肺炎这个事情，它确实很危险，但并不是因为危险它就不能做。每个人都心事重重，眉头紧锁，压力最大的时刻。我们准备了很多，至于结果是什么，我们真还没去想它。有没有人来做这个事情？从个人的角度，你一定要认为自己是值得的。内心的血油然而生。所以大家都非常非常激动。每个人瞬间满血复活，现场又是欢声笑语一片。